各位同仁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下午的节目。那我想呢，再等一下哦，大概在四点左右啊。现在我们 live 直播是我自己的节目，叫稳健布局，对不对？在这个四点左右哦，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顺心博来录了一集呢，这个顶尖对谈特别节目，也是 live 播出的哦。那当然呢，这个为什么会要找顺心博来？我说真的，也是刚好在上个礼拜嘛，上礼拜我们在录跟老姜录顶尖对谈的时候。老姜呢，忽然在讲华城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误以为是我买的，其实真的不是啊，是顺心博买的。顺心博本身呢是一个这个退休的投信经理人啊，哦，过去官衔挂得非常的大哦，这发言人、副发言人、政府基金代这个什么这个管理部门什么等等的哦，这关那是过往云烟的事情。他退下来，然后怎么样？这个自己操作，然后呢，这个当然他是一个以价值投资为方法的一个人。那当然呢，这个特别节目哦，那个不好意思，这个他的车马费在我这里啊，他说要拿来请我吃饭哦，所以我先帮他代收了哦，这个没有错哦，这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这个四点的顶尖对谈的特别节目，我希望投资朋友记得要看，因为他要跟大家讲要怎么样投资，还有什么样你都没有发现过的标股哦。那当然呢，他长就长这个样子嘛，应该看过很多次吧，对不对？这就是他家的，这就应该这不知道啊，这应该不是他家吧？我去过他家，这不知道是不是他家，这应该是他家，没错，他家没错、哦。那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庐山真面目。其实过去我已经请过顺心博好几次，请他来上我们顶尖对谈，但他都说他对镜头有恐惧。那我所说现在怎么请得来？我就跟他讲说，哎、欸，顺心博，你这样不对，你跑去上乙哥的节目，什么乙哥谈天还什么的，你又跑去上什么财讯什么什么什么女王节目，你连上这部，结果嘞，我厂里。这家顾问朋友，我最早邀请的，他都没来上我节目。伊就讲啊，那那不要紧，马上对不对？说时迟，那时快，本周马上排定，好不好？我希望啊，投资朋友真的能够从他的给大家的一些想法里面得到一些真正的启发，因为他的投资逻辑其实跟我是非常的像。我们都不是那种当天看到股票就去追涨停板，今天开盘。我知道有同业看到杨志涨停叫会员试价买进，就跟那一天看到上伟涨停叫会员试价买进的人是同样一模一样的人啊！我知道或许这样带会员，会员会很兴奋，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 style。我的 style 是叫什么？叫做稳健布局，好不好？稳稳的做，稳稳啊者，对不对？稳健布局，投资朋友，稳健布局就有标股了嘛？何必那边每天搞得紧张兮兮的？好像一天不看盘都不行一样，对不对？这全市场都知道事情。这家公司我们都开玩笑叫 gay 同志啊，对不对？同志啊是同志，好不好？以前500多块，我在上个礼拜上股市，对不对？上股市现场节目还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哎，夸张狗爸瓦抠，现在是真的是超级低档，没有错吧？投资朋友，这不就跟我今天我给大家看我今天的call讯，好不好？投资朋友，我要买的是什么？真正低档的股票嘛？哎，低档不是那种每天破底哎。你说买可成，对不对？买可成，我嘞希的哥，哎，不是可成哎，不是叫你买可成这种股票，不是啊，这种只会反弹而已，没有错，会反弹，不是叫你会买破底的股票。我买的是低档，但是没有被发现的好公司嘛，对不对？像什么？像我们的伺服器新趋势啊，对不对？像我们的 mini LED 设备股，投资朋友，我说你不用急。那一天啊，元大一篇报告很开心，把惠特拉涨停板，那又怎么样？对不对？那又怎么样？我请问大家，那又怎么样？惠特本益比49.66倍啊！我们的 mini LED 本益比，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它明年本益比在14到15倍。哎。这样搞法，如果跟惠特一起比的话，他股价涨150去了吧？哎、欸，他赚的不会比惠特少，我这样跟你讲哦，这家公司赚的没有比惠特少哦。我不多讲什么，反正你说我在打哑谜，我就是跟你打哑谜，我干嘛全部公开给你看？没有必要吧？对不对？没有必要吧？投资朋友，包括你看日月光，我都不好意思讲。哎、欸，宣德是不是回到100以下？今天还真的涨哎、欸，投资朋友。但这一次不是我买的，好不好？这次不是我买的，当初125元，我已经跟你讲要回到100以下，果如我的预期。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跟你谈宣德，
我要跟你讲日月光嘛，投资朋友，我说你想都想不到，大牛也会跳舞的。你说会计师，人家今天所有人都在讲华邦电，可是我告诉你，日月光这么稳的股票，从61块到今天65元，是不是很稳健？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必要看盘？真的不用啊，对不对？叫安转点，第个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车，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啊，你没有上车不是我的错吧？当初我告诉你，对不对？我说双红等等再买，等新密定价再买，不急，我们先买61元的日月光。投资朋友，之后我也跟大家讲，对不对？保守以对，日月光投控起了很大作用。果然，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参加我会员的都是投信啊？太神奇了，对不对？太神奇，从上个礼拜四到现在为止，都是投信在买啊，都是投信在买。而且买完外资还出报告，哈哥股又出了一个新的报告，虽然是把目标价从90调到85，但是它调升了一大堆的率，就是把本益比调降而已啊，这也很有趣。从哈哥股出完报告之后，你看这一些人，我说真的，你们后知后觉，你知道吗？10月22日是昨天，富邦也出报告，他把他的目标价从中立调升到买进，这很有意思啊。这些人先前在看好日月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买56元的星星？我说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封装，星星有份，日月光没份，因为星星供应那个 ABF 那个载板，对不对？可是现在呢？我们反过头回来看看，日月光在低档，是不是我们符合我们的布局的条件，叫稳健布局？而且怎么样？日月光的子公司环旭嘛，他接到 AirPods 订单嘛，投资朋友，哦，你看，富邦也算是翻脸比翻书还快，赶快把它从中立调到买进，对不对？目标价80元，25%的什么潜在上涨空间，对不对？然后内容我就不念了，好不好？主要告诉你怎么样？他说本来大家估计啊，先前我们曾担忧流失华为订单，业绩会比上一期呈现怎么样高个位数，出来就不是结果其他的智慧手机迅速回升，投资朋友，没有华通不见得每家都会死啊，有些公司甚至运气会很好。之前我讲过嘛，我是没带会员去买，加工叫博成，我不闯回阳气背啊，博成在这小米嘛，他在做小米的 HDI 嘛，投资朋友，博成有没有很强？对不对？不是每一家没华通都会死，好不好？有一些公司就没华通死，叫做相互，可是相互这家公司，他光卖土地都不会只有现在这个价钱，我们没有推荐了。先跟你讲，你看到日月光报告，你看到今天人家告诉你，哇，华邦电马力强，因为昨天那个新闻嘛，对不对 ？No Flash 前天尾巴的时候，聚恒网发了一个新闻，说 No Flash 出给华邦电。投资朋友，如果你有把非凡每天早盘节目录下来，我在两个礼拜前已经告诉你这个消息了。那个跟我对我来讲那是旧闻，你知道吗？对你来讲才是新闻啊。业界谁不知道？只有你不知道，结果记者一写，哇，大家多开心都写出来了，没关系啦，对不对？我们买的是日月光，我们安贫乐道 ，OK 吗？对不对？当初跟你讲的，哦，而且这贴错了，这是巨阳，这贴错了，对不对？日月光我们就不讲了，反正这么安全股票续报。再来讲面板，我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冒不担心面板的问题，我面板我铁定是准备报到明年的，现在才几月？现在才10月。如果你看得不够长，你大可不要玩，好不好？大可不要玩。为什么我要看到明年去？昨天新闻出来了 ，LGD 终结6季亏损。前几天群创的董事长洪敬阳是不是告诉你明年会好一整年？我说真的，我绝对不相信什么好10年这种东西，对不对？连家说10年没有乌云，这个打死我都不信，对不对？接到10年订单，其实我也不信，人家大涨，我没有话讲啊，反正我不买，怎么样？我不白背啊，你就接到10年大单，你就去弄嘛，你就去弄嘛，好不好？对不对？投资朋友，你就去弄啊，反正那关我屁事，对不对？这家公司也说他未来10年很 OK， 其实我都不相信。但是讲一年的，我觉得或许有可信度哦，投资朋友，他叫群创，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讲，其实说真的，你有群创、有友达、有彩晶，你都不用担心这。你也不用换股了，就跟我当初告诉你的时候一样。我们当时带会员买的是元钢，我本来想要换去什么？换去买元展，后来没有。为什么？我想啊，我元钢我再多换，就真的没有错。后来这一段元展涨得比较多，涨得比元钢多很多。但是，投资朋友，我们元钢从18块钱
对不对？从十八块钱做到七十七块、七十八块，哎，赚翻天了，太卡病气啊！这没有什么好讲，我也没有想换，好不好？所以其实你这三档股票，你随便持有一档就好了，好不好？你随便持有一档，当然没有错。我也跟大家讲，第三季铁定转亏为盈的叫做彩晶，因为他卖了一块地给台积电嘛。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记得板谁啊？第四季全部都会转亏为盈嘛，投资朋友，包括连什么，连友达都有机会转亏为盈。不信，大家拭目以待，不用看得那么短，好不好？真的不用看得这么短哦。这个你看 ，LGD 第三季赚了45亿，对不对？当然呢，这个为什么会这种情况？我想大陆现在半导体是满头包啊，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我昨天本来有一个新闻，但我没时间讲。中国大陆现在有3000多间的 IC 设计公司，结果呢，全世界才1000多间啊，那是干嘛？对不对？以前我讲过一档股票叫卓盛伟，大家记不记得？射频元件就在射什么？在射机上核啊！结果大家怎么样？说他出货给华为，大家开心的不得了，股价涨了喷翻天了。如果你去年买到卓盛伟的，你赚翻了，你已经退休了，对不对？但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心里是一大堆问号啊！中国大陆大基金投资的一些公司在做半导体设备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我请问你，为什么中芯制裁会担心到联电涨成这个样子？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N 加一制程什么鬼东西的 ？N 加一制程可以取代7奈米，然后中国大陆有个大佬告诉你，其实不用28奈米就够用了，为什么？对不对？安慰自己啊！你可能要这28年啊，对不对？安慰自己嘛，你们连14奈米都做得不好啊，良率也很差啊，好不好？我懒得多讲了，好不好？我都不讲了。再来回到这个，投资朋友，我这几天连线都跟大家谈长荣，而且已经讲了一阵子了。为什么？因为宏远证出了一个报告，投资朋友，因为宏远证出了一个报告，我希望你都有赚到，对不对？10月13、14日这两天出了报告，我一直念，不断的念，一季要赚1.68元。当然有人会质疑说，会计师，你其实你之前就讲过了，你8月就讲过长荣船产发挥油价 DTU 上涨，对不对？就什么每20尺货柜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我不是这个研究专业，好不好？本季结果不是挑战1元，是 1.68 元一路发，对不对？营业利益率哦，这个其实上一季非常的好，好的不得了，好到天上去了，对不对？这是我8月29日上孟平的股海洋帆讲的，你说哎，会计师，可是你上一次你9月多的时候，9月26日说不好，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那时候法人在卖，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长荣最后没有涨价，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整个中原航运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联盟的老大说不涨价，你敢涨价吗？你不敢涨价。但是投资朋友，哎，那时候我发现到另外一个分析是怎么一样看法，那个我觉得他蛮衰的，所以呢，嘿，我就开始喊多嘛，对不对？当然这开玩笑了，这开玩笑。当你发现到这些法人、这些投信们卖到卖不下去的时候，投资朋友，哎，卖到卖不下去的时候，低点就到了嘛。你这样你看得懂吧？那没没乐意啊，已经卖不下去了啊，投资朋友，对不对？已经卖不下去，这是26日嘛，投资朋友，26日节目播出，其实24日就录了，是不是？到24日是让你发现到卖不下去了，对不对？该翻多了嘛。所以我不还，是吧？没有骗你啊，我直接跟你讲，那翻多操作嘛。这是上个礼拜四的股市现场，投资朋友，对不对？他告诉你什么？这是宏远报告写，这不是我写的。他说上一季海运燃油每吨，对不对？年减38%，季增22%。然后呢，所谓的这个 SCFI 的货柜综合运价1182，年增48%，季增32%。然后他又写了一段，他说到了十月他写报告的时候，对不对？油价又掉，运价又涨，所以他估计第四季是淡季不淡的。投资朋友，整篇报告涨在这里，他估计第四季淡季不淡，好不好？对不对？这有什么难？这不难，你知道吗？这真的不难。包括你看中珠有很难吗？投资朋友，如果你是很认真在看我们节目的，我都讲过多少次了，我也跟他讲，当初我告诉你说，有人跟我说啊，那个武汉肺炎中珠会死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讲中信金死定了？你不要忘记，中信金是消费金融的龙头，哎、
它是销金龙头哎、欸，就现在你看到了，不要说中信金死定了，对不对？这些公司都真的很惨，好不好？都真的很惨，因为今年不是投资什么都赚钱，可是他们的本业是什么？寿险啊，对不对？最近不是爆了这档股票吗？爆炸啦，对不对？叫三商寿嘛，不是三井寿啊，不是三井寿，叫三商寿啊，爆炸啦！之前你知道吗？三商寿几年前买了一头拉库的永冠，对，他买了一头拉库的永冠，然后怎么样？去年才最低点啊！哎，真的是没有一个长线的 view， 你知道吗？200多买永冠，然后怎么样？去年才最低点，结果你知道去年低点都被谁买走了？都被保家买走了啊！保家人家是厉害啊，对不对？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买那么低。我们第一次进场永冠也是70几块了，保家有买到更低，不过保家是从上面买下来的。真正砍在地板上是谁？就是三商寿嘛，不是三井寿了哦，三商寿好不好？是三商寿，没瞎搞嘛，对不对？其实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说真的，很多人在担心，万一拜登没有当选怎么办？我说真的。你还不如去担心万一川普没当选怎么办，比较实在一点。我认为再生能源这个趋势是全世界已经成型了，并不会因为拜登没当选或者川普当选而产生什么样的趋势，对不对？你说川普啊不遵守这个巴黎协议什么等等，但是你看到美国这几年在干嘛，他也是在搞风电啊。他如果不搞离岸风电，为什么 BP 为什么英国石油能够去投资麻州还有纽约外海的离岸风电呢？奇怪了，对不对？奇怪了啊！那为什么美国太阳能发电那么多？我们开玩笑啊，我们能提油来发电的呵啊！我说这是一个趋势。反而你要担心的是什么？假设拜登当选，是不是出现利多出尽？如果川普当选，是利空出尽嘛？今天我的朋友，我们群组的朋友，这个讲他名字应该没关系，我们叫安安，对不对？叫安安，安安今天说什么？他说4年前，所有人担心川普当选，结果你知道吗？川普当选只跌了多久？2个小时，台股跌比较久，美股只跌2个小时，对不对？大家担心什么政策上的改变什么等等的。事实上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写的，今天我昨天写的洋洒洒一大篇，在我的粉丝页，有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川普当选之后，12月底的时候，哎，我跟一位超级英雄人物吃饭。他有提到美国政府，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很多政商勾结基席已经成型了，不管是民主党或不管是共和党都一样，就像有些人他固定两边双压的嘛，我也送钱给民进党，我也送钱给国民党，甚至我还送钱给柯P，为人是这样一堆啊，我都堆嘛，我都堆啊，面对了，大兵都堆。但是呢，川普不是让你这样的人，就像为什么当初我跟他讲郭台铭这个人，他如果出来选总统，我或许可能投他一票，因为他叫做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嘛，他不是政治人物，他根本就是个商人，就跟川普一样。结果川普这4年执政下，你发现到什么？川普是总统理论上最大的，就他上面竟然还有一个叫什么深层政府啊，叫什么 Deep State， 还有人在后面掌控一切，而且要把他弄下台。你可以知道嘛，以前什么通乌门事件、通俄门什么门，都是里面的人把他搞他。你看这些人，对不对？这些深层政府都是官商勾结的。这一次拜登不也是吗？拜登那个小儿子杭特的事情，跟人家拿20%差几%的股权，其中10%拿给大人物。昨天有一个退伍军人出来讲了，邮件收受者是我，那个大人物就是拜登。哦，不过我想我们不是政治节目，我们不讲这些。我们来回头看，我们来看股票分析就好了，对不对？请你自己看看，你这几年存金融股的人有多悲惨啊！陈聪明说等明年第二季再存，你刚才说等后年再存好了，好不好？啊，都买下去了怎么办？我请问你，你知道吗？我帮大家算过了啊，过去4年买中信金的人，你全部都赔钱。你说会计师，我有除息除权，那或许可能赚一点点，可是过去4年你买中租的人。除非你买 144.5， 但是我告诉你，你也不会赔钱，因为这2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中租也配不少，你全部加除息加回去，你不可能，你真的不可能赔钱，好不好？
我很少数去，我很少去推荐金融股。中珠我推荐过，对不对？2809的金城银，数年前我告诉你，我看报纸，我跟马英九一样喜欢看报纸。报纸搞到公上，公金城银的戴成志啊，想要申请成为金控大股东，要申请四格性啊，要10%啊。那阵股票偌济，我没有记错，那时候股票在这里啊，投资朋友，我没骗你的。在这里啊，105年的11月、10月的时候，25块，对，大家去查新闻，我没有乱讲。戴成志啊，不是朱成志哦，朱成志就是那什么台通科技被骗的那一个叫朱成志啊，到底是他骗人还是他被骗，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朱成志，金城银的老板叫戴成志，戴成志去跟金管会申请要成为10%大股东四格。我请问大家，很多大股东恨不得股票全部卖一卖。还申请什么10%大股东四格？我咧搞你，对不对？我听你咧放屁咧。结果人家要申请大股东四格，当时股价24、25块，我没有记错，真的是那个时间，对不对？结果你去看看，人家人安那经营诶，啊利咧，利咧，我请问什么叫利咧？对不对？你们这样经营嘛，对不对？你们这样经营啊，投资朋友，差多了啦，我跟你讲，好不好？真的差多了，真的差多了，好不好？投资朋友真的差多了。你说亏是没有啊？我在这个去年这个105年11月买国泰金，还可以买40.5，现在38.6啊，你被撤西了。我也讲过25元的上海商银，大家记不记得？上海商银当然这最近的状况也不好，因为它有些大陆投资，对不对？我真的很少在跟你讲金融股。我们话言归正传，把它讲完好不好？董总，中珠我跟你讲过了嘛。对，中珠，这我写在《非凡商业周刊》，今年又写一遍，好不好？昨天跟你讲玉金光，我也跟大家讲过，投资朋友，投信如果一直慢慢不下来，它底部就成型了，好不好？它底部就成型了。这档股票，我跟你承认，我会员套牢。那选前我也跟大家讲，我不要把自己的风险弄那么大，我选后再找机会来买。我觉得玉金光真的有很值得看好的必要。对不对？我们不敢叫会员买大力光，那股票太贵了。但是玉金光，我今天连线跟大家提到。瓶盖你就看玉金光、大力光，好不好？但多看多花点时间看玉金光，还有一条贝可以嘛？那你比较买得起嘛？对不对？那也包括这种所谓的快速交易。我跟大家讲，昨天又爆了一家康和镇，又有人家装一 G 的，都做大屌哎，对不对？做抽哎，做抽用哎。你看，你就继续在那边这里买进，那里买进，让人家吃豆腐给你看吧，对不对？你就继续被吃豆腐嘛，好不好？不要怪我没跟你讲。对不对？我们所做的投资朋友，都是让你有机会慢慢玩这些股票，对不对？包括最近 CB 要定价的建策，我也跟大家讲，如果行情没有什么大变动，它定完价就上去了啦。行情没什么大变动的话，它定完价就上去了啦。Double Rate 在这边嘛，涨哎，下个明一帽嘛。不过我跟大家讲，不用急，好不好？不用急，对不对？不用急，好不好？真的不用急，对不对？真的不用急哦，不多讲。比谁气场，对不对？包括伺服器新趋势 ，Mini LED 昨天创新高，今天又创新高，对不对？伺服器新趋势，你看以前长成这个样子，它在谁的安呢？对不对？现在你知道吗？现在你知道吗？投资朋友，基本上谁这安呢啊？我这样跟大家讲，我的目标完成一半了。我们二字头买，我打算五字头出。我的希望报酬率是多少？150%到200%。我希望好不好？能不能做得到？我真的希望做得到。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我只是说真的，我不想要现在给你看，对不对？干嘛现在给你看？一堆人网络上就有扣讯了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都只告诉大家，它叫做伺服器新趋势。我都只告诉大家，它叫做什么 ？Mini LED， 好不好？对不对？你不用去羡慕人家惠特涨多少，你也不用去羡慕。我跟大家讲，其实还有一档有做 Mini LED 嘛，但我不是买这一档，叫9元，这不是我买的。但这些公司其实 OK 的，好不好？这我不多讲，好不好？来，同志们，这个我昨天讲的，我不讲了，好、哦，不讲了。来，好、哦，哎，在这边哦，我讲这个，我是要讲这个，我讲这个，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其实我在今天尾盘，我在想。我想要去买这档股票，但它跌得不够深，对不对？
还好符合我的想法，不用急啊，真的不用急，它跌得不够深，对不对？但是这档股票已经被我列入下个月必买的股票。你说会计师今天才10月23日啊，真的不用急啊。昨天这样会大涨啊，我看到同业一堆人都跑去追啊。我相信今天拉这么一大段上来，有更多人去追了。我只能佩服你们这些人，厉害厉害，好不好？真的是厉害，对，我真的祝你们发大财。你不要等到人家第三季公布财报很烂，整个跌下来之后让我捡便宜。我跟你讲，我心目中我准备要在40块买这档股票。我先跟你讲，我准备40块来买，目标价先不跟你讲，因为我说不定买不到我就算了啊。真的不用急嘛，我跟大家讲过，真的不用急。包括这个股票也是一样，投资朋友，对不对？有些股票哦，我跟大家讲的，对不对？底部都帮你打好了，对不对？那些很不会操作的投信砍过头又买回来，对不对？这些股票也是一样嘛，投资朋友。有些股票哦，我刚我哎，我忘记把这讲完，你知道？伺服器新趋势啊，投信一张都没买，我只能用很简单英文告诉你 ，very good。到时候真的五字头，他们追都追不到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原来散热有这么一档股票，对不对？我本来要在股市现场讲，就那一天阴错阳差我没讲，没关系，省起来好不好？信起来，不爱供不爱供啊。那这一档是我们第四季，我们11月要买的股票，光辉十月没剩几天，我希望投资朋友认同我的操作理念的，把握这个机会跟我们操作。另外，请大家4点，对不对？顶尖对谈特别节目，顺心博来了，邀请我的好朋友顺心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他最近看到了些什么。祝大家操作顺利。